讨论可转债，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点，是一个点，它只是一个点而已。对，所以可转债基本上它是 CD 嘛，就是现货的部分。所以后来衍生一种东西叫 CDS， 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都在做 CDS？ 它的好处是说，第一点哦，它是一个利息的观念，它是一个利息的观念。OK， 所以大家不要把 CDS 当做一个万灵丹，因为说实在的啦，你可以敢救几页套，你卖其他要把它离线啦，你发另外一种东西叫避险套利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只有避险没有套利啦，你懂意思吗？市场说只有避险没有套利，为什么？何谓套利？我套进去了，地就出来了，那个叫套利。我只是告诉你们资金如何做有效的充分应用，你懂意思吗？所以像我自己本身在做的时候，我一定是 CB 现货搭配了 CBS 在玩。我分母变小了，我分母变小了。当分母变小的时候，分子获利是会变得比较多的，报酬率 percentage 会不会变得比较多一点？好，我们现在讲一个面的东西，股息。既然我们今天在买可转债的时候，我们去空股息，那可不可以做多股息？为什么要做多股息？当你今天有股息 ，EON 什么阿利亚扎加进来的话，它是不是构成一个叫面的东西？叫 CD 有很多的玩法，不要听人家讲说，我现在应该是空三成，应该空五成。那个空三成空五成空几成是告诉你不会赔，但是也不会赚钱的地方嘛。没有听懂的我们就把它跳过，为什么？等一下我再讲一次。一次如果听得懂的话，那真的就再蛮厉害。讲两次、三次听得懂的话，四次、五次听得懂，那就正常。那讲七八次听不懂哦，等一下我再讲一次，因为我们还没讲基本的，不是要不要做。所以你知道我买的话，等多久、多久、多久之后，它都没有发生。后来气到卖掉之后，后来它涨。五啊、四啊、三啊，对我来说 没太大的意义。四跟五差别差在哪边，你知道吗？利息便宜一点，对我来说没什么差别。为什么？但是偷偷是可以做选择权的、啊，那是便宜几毛钱的、啊。如果你那时候的一百六开始有那种想法的时候，代表这一只标的了结，要做下一只吧，没有那个问题吧 ？OK， 以前我做过一只叫酒精的、啊，酒精就是那个顺那个顺达那个什么那个叫做新剧情那件事，瞬间倒，杀个措手不及。哎呀，那听到我意思吗？哎呀，那听到我意思吗？